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哈。这节课是由我们潘佑谦潘老师来演讲，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热好听哈，拍摄谢我记得。来，那来上这节课哈，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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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咧讲，咱安怎去看这个电视媒体，还是讲新闻？因为过去咱所受的教育，对咱咧看媒体新闻哦，有时啊，咱拢看到表面的现象，无法度深入去了解讲这个新闻背后，伊所带来的意义是啥物货。今咱即个较重要是咧甲咱讲这个代志，因为咱过去受到70年扭曲的教育，造成咱思想已经中毒啊。中毒是啥物意思？就是咱有错误的价值观，意思到讲咱做出错误的行为甲反应，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政府，也是讲对咱四周围的人。咱先来讲台湾民政府咧讲的论述，日俗美占的日俗是咧指啥物货？日俗是咧指咱原底台湾人法律身份的根源啊，咱的源头，原来咱伫法律、法律的定义，好，咱是属于什么货？叫做日俗。啊，日俗的日是什么货？咱小看来看哦，这个过去咱天皇这个无共时期，无共在位的这个天皇哦的时间，就是安尼。所以讲，明治大政昭和啊，平成，大概这个时间诶，这个诶年代小可了解一下吼。台湾的命运决定伫这个1895年迄个时阵，1895年迄个甲午战争就是这个明治时间啊。因为明治维新嘛，哦，明治维新规个日本。对部落式的国家变作一个现代式的强的国家，所以开始有禁刀令，开始有警察的这个组织，开始进入西方的这个文明科技的时代，所以开始在这个改革了后，伊接受这个大清帝国大皇帝挂牛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诶，这个咱这个福尔摩沙岛，哦，迄个时阵无台湾哦，所以咱即摆一直咧讲台湾，其实迄拢是地理名词啊。其实咱正港的身份叫做福尔摩沙人呐，唔是沙人呐，啊，也是福尔摩沙，咱是福尔摩沙的人呐。哦，咱正港的身份是安尼，就是因为这个条约的关系，咱注意甲看吼，这条约的形式拢是安尼。两造两兵啦，两兵诶，大皇帝，伊派人派伊个下骹手人对签，吼、哦，伊授权啦。所以李鸿章、李金芳他们的权力来源对倒位，对大皇帝来啦，对大皇帝来。这叫做下关条约吼。条约那叫做什么名？伊就是伫什么所在诶，迄个城市诶名号名，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叫马关呐、啊。下关差不多伫即个所在，这是广岛，啊，这是即个北九州，差不多伫即个所在。我放大大家看遮，下关条约，吼、哦，这就是下关条约所签署的地方啦、啊。伫迄个时阵开始，日本开始治理台湾，哦。啊、但是呢，中华民国伊来流亡来台湾呢，伊拢敢骗讲日据，其实实际上咱是日志，唔是日据啦。伊据吼有两种意思，占据，吼、哦，啊就是窃据，啊唔是窃据啊。日本拥有福尔摩沙是因为这个条约啊，哪来的窃据？无啦。所以在跟他骗的时候，他在塑造一个假象的敌人，就是日本，哦，他偷窃我们，
所以我今仔日也徛伫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过去历史的定位来讲，我会甲人民讲：咱是同一国的呢，因日本是别国的呢，会安尼？博取同情。其实这个博取你的同情的用意是啥物货？是因为我伫遮是不合法的啦，但是我同时又有军权，我可以请来的嘛，我同时又有管理权。恁会不会听？你们会不会听我的？你们不会听我的啦！你们已经皇民化过后，你们受了高等的知识的教育了，你们的文明水准已经比我这个外来政权还高了。你们怎么可能听我的？我连水龙头都没看过呢。那时候是这样啊，那时候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砥砺，砥砺了呢，你再注意看这个时间吼。钓鱼台什么人诶？什么人诶？日本，这是有一个从属关系的啦，吼。过去咱规个拢是日本的，是不是？咱过去拢日本的哦。你注意来看吼，中华民国八年，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嘛，伊八年的时阵就是1920年嘛，对不对？1920年伫这个时间啊，1920年，伫大正的时期哦。咱台湾文明上界辉煌的是大正昭和期间呐，嘛是都要一二战期间呐。这个时阵呢，中华民国一下子的感谢状，多谢八重山、尖阁群岛、列岛，那日本帝国家，因为因有一台船啊，有31人拄到海难，到遮，咱在日本帝国的人去甲伊救。啊，所以都救了，敢说得下，得这张啊，所以这张的证明讲，钓鱼台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啦，也不属于中国啦。今仔日外靠这的人，外靠的政治，你们迄拢咧讲表明话啦，讲什么坚持啊，像迄个马英九也讲坚持什么钓鱼台主权，哦，不容忍那个退让啊，是讲。不能容忍这种不同的什么想法等等，这个很好的证明啊！啊，这个时阵，哦，中华民国八年到今那个没有任何一个条约签署，把钓鱼台割让啦、啊，是卖啊，没啊！啊，这个时阵，尖阁群岛钓鱼台伊是归为在迄个时阵安，这个宜兰厅所管的啊！啊，所以钓鱼台属于咱的，啊，咱属日本的，迄是连带关系的啦。你单独个切割开来讲，钓鱼台属于日本的，安尼嘛怪怪。所以，等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其实咱就是属于日本的了。日属是魏家来的，但是这個日属呢，讲较深的，就是天皇啦，皇那个天下皆皇土啦，就是讲所有皇帝制、君主，也是讲国王这個制度的这种国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那一个皇帝的，这是君主制哦，这是君主制的国家。啊，君主立宪制是啥？君主立宪制的是讲，因为现代国家开始用注重这个法律、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君主下了谕令，还是讲下了这个诏书，令他底下的。政府就是伊个官员所做的政府，伊所制定的这个宪法，伊下了诏书，和这个宪法发生效果啦，和伊有效啦，所以叫君主立宪嘛，让君主来成立这个宪法，啊，这宪法得当治理伊个国家，啊，这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这个时阵，哎，请问大家，宪法立完之后，宪法的位置？比较高，还是这个国王还是天皇比较高？对，哪一个人比较高？哪一个东西比较高？宪法，谁使宪法成效？国王，那谁比较高？当然是国王啊！国王出去就是代表那个国家啦。任何一个国家的女皇、天皇、国王、皇帝，天皇的皇，那个皇，这个 emperor， 那就是。皇帝的意思，全世界君主制的国家只剩下日本还用皇帝
这个名字哦。好、哦，你也看这两个时期，大概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时期。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时期哈、哦，看了相片，你看要大概做基本的啦哈、哦。一次大战的飞机是时代是两层的，莱特兄弟迄个时代啦，两层的。啊，那二次大战进步速度较紧啊，伊就是单翼的，吼、哦，一层的时代安尼，大概是安尼分啊。祖国证明的文件，咱个看吼、哦，伫迄个时阵啊，大清帝国的人要来咱，要来咱家，是无共国个国家，所以呢提护照啊。伊护照叫虾叫杰，即个陈无氏因为要祭祖啊，返乡祭祖啊，这就是陈无氏的守节，有一个即个姓吴的吼，嫁过中国迄边啦，啊伊嘛要返乡祭祖啦，伊叫虾，哦，陈有华人陈无氏，伊叫虾自厦门搭乘这个英国爹利斯号的船。到日本国台湾安平，所以咱家就是日本帝国啦，就是日本国。二次大战的时阵，尾声，对要结束的时阵，1945年的4月1号，天皇落迄个诏书，落诏书是产生什么作用？落诏书就是这个，让咱会当。参与这个帝国议会，成为议员，咱的人民哪会当听做这个国家的议员参与议会？什么意思？表示什么？刚才表示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的啦，这个是公民权呐。我若不能参政，那就不是公民权了。就哪亲像绿卡甲公民无同款意思，摕着绿卡，佮袂当参与这个美国的这个会。但是你若是公民，你得当参选，你得当投票，得查你家。啊，就是因为安尼，但民间会的日俗咧讲的是这点：土地所有权要搁是天皇的。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份诏书开始，所有的人民，无论你有皇民化无皇民化，无就是讲你有参与还是无参与皇民化的人，伫这个时阵开始，所有的台湾人全部变作日本的这个臣民，迄个时阵叫臣民啦。有人讲啊，有人伫外口讲，这也无效啊，是安怎？因为日本投降啊。日本签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所以这份无效呀。我个敢问讲，啊无是无效伫倒位啊？你来甲指互我看。讲这份写出来吼，颁布的时阵吼，皇帝囥在拖鞋内底啊，所以无效啊。这种话真实咯。颁布一个诏书，甲囥在拖鞋内底，种石头的，安尼迄个拖鞋的，迄个拖鞋的法律的，迄个力量，说比诏书还大。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诏书开始生效了后，一直到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进前，这时间点发生足济代志，唔那是日本投降，日本甲这个台北签这个日华条约啊，一直到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发生足济代志。但是这个就当，这个文件就当足足会当证明，咱的国籍本来就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那无这张，咱其他拢唔免讲啊，咱就是殖民地，咱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啊，殖民地呢，你得当依照联合国，你除世代战争以后，殖民地你当依照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的宣言一挂规定，那会当自立。可以独立，可以公民投票，可以寻求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咱若无这张，就会当行这条路线。但是都要有这张，咱无需要行这条路线，因为行这条路线通常
的国家行这条路线拢无较好。哦，有例通个，有例通个比较啦。比如讲古巴、菲律宾，哦，他们拢行这条路线。来，这个祖国文件有去申请身份证无？有吼，啊，你有申请这嘛？先啊，你有法度申请，就是因为过去咱的祖国在治理咱台湾的时阵，需要对这个户口的普查真详细的记载，所以呢，是靠这种记录。这就是一种文件管理的这个制度啦，户口制度啦。那户口制度呢？你注意下看，叫一个种族有无？什么叫做服务？这人真有福气，不是啦。有人讲是福建啦，哦，有人讲福建。啊，叫一个蚕有无？缠绵的缠，什么是缠？这人做花，甲伊讲话拢会甲伊格格甜，不是？这个缠的意思就是白卡，缠足啦，一个缠足啊。白卡的意思啦，哦，啊，伊是母，可能是母亲啦，哦，哎，这有关系拢写写出来。你注意甲看哦，这个福，啊，这有一个色有无？什么是色？色番，啊，色番免哪分？平埔族怎么分？不是啦，那个时候没有在看守的。一个族，你要讲你是属于什么族，你也要讲迄个族的族语。所以，所有的平埔族统称熟，熟番。但伫迄个时代，伫迄个时代，你要个会晓，你要个会晓讲平埔族话的，就能称为熟番。啊，你若讲高沙族的话，你叫做啥物话？叫做生嘛，一个色啊，一个青嘛，还是讲青？为什么叫生番？因为语言不通啊。啊，熟番吼，熟番伊要讲家己的主语，伊嘛要讲客话，嘛要讲。即个咱讲河南话，甚至日本人来，日本话嘛练甲介好，所以甲即个通敌阶级到底甲真好，真熟啊，会通啊，就熟嘛，熟悉嘛。啊，未通就清楚嘛，所以是安尼分的。啊，你主要看这个清啊，未清兵，唔是啊，大清来啊，清啊，这就是。这就是伊有阿姐啊，啊叫户主，就是咱即卖讲户长啊，车啊，哦，啊叫个汉奴啊，汉人，大清唔是汉人哦，大清是满人哦，所以咱伫日本爱未来进前，咱是受到满化的哦，唔只系头前拢剃甲光光，后壁。老一条，咱讲地位啊，那是被满化的哦，所以不是中国的服装叫做旗袍，不是哦，它是旗人的服装哦。所以咱一寡物件的概念慢慢啊去讲。哎，现在要讲这個呢，是因为有人讲，恁台湾民政府的种族区隔了，你把一个中国人都赶到太平洋了。等到那个台湾海峡，其实不是啦。咱要讲的是讲，在迄个时阵，你那是大清来的，还是你讲你是汉人拢好？你的后代啊，你的后代，你只要你的祖先有这个户籍成本，不管你的种族是什么，在1945年9月2号的那个时间点开始之后。进前你有这个户籍成本呢？你先申请得到的，那包含有这个户籍成本之后的后代的，我们称为咱伫法律上定义为本土台湾人，是安尼啊？唔是咧讲啊，啊，阮兜啥物人因得中国来啊，所以你咧即马咧甲阮那个台湾妻离子散，台湾家族破裂，唔是这個意思。但是即卖呢，咱有拄着一挂问题。申请身份证的人，伊无拄阿公阿妈、外公外妈、爸爸妈妈
咱拢是咱讲有即个户籍成本，不见得都有。但是即马即个人免怎，你嘛会使申请啊。咱若无主动，你毋通申请啊。你嘛会使申请啊。你若认同即块土地，认为讲你的子子孙孙拢要伫即个土地生存落去、生活落去，你要疼即块土地，世世代代，安尼你就当来申请啊，毋免管你啥物种族啊。就是这个啊，法律的台湾人，咱今天不是在讲 DNA， 还是讲血缘上的台湾人、啊、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因为如果在讲血缘上的话，我们就分不开了。为什么分不开？我的爸爸美国人，我的妈妈德国人，啊，我生来我什么人？美德人，是不是？啊，我太太，伊那爸爸是一个新加坡人。哎、啊，伊妈妈德国人，生来变啥？唔是新德呢？虽然阮太太是新德人啦，这种无法度会分的啦，用血缘都是没有办法去区分的啦。但是用法律时间点、法律文件、你的国籍、护照、身份证去做区分，啊，就做明显的呀，好、哦，就做明显的呀。祖国的建设过去来。你不能来，伊若敢当作殖民地，他做这个干嘛？殖民地你就好好做苦工，啊，垃圾给我就好啊。啊，到时我战争搁战败，我搁甲你挂给别人，安尼就好啊。他干嘛要解缠足？我头拄讲的嘛，白卡你想要要甲解开，这是种女权解放运动呢。那时候日本人来的时阵，教育是查甫查某拢会当读册的呢，因为观念已经做前进啊。不是讲查囡仔人读册无路用，是查甫查某拢会当读册。解缠足啊，大正四年了，这是足文明，伫迄时阵算足开化的这个教育啊呢。咱注意来看，较早这是啥物货？北斗温泉、新北斗鸭，啥物叫做鸭？这是车站啦、啊，鸭。咱台语咧讲前夜后夜咧记的是，就是这个字啊。夜，咱作者台语的文字是因为日本一家汉字的系统提来台湾教咱教，所以咱有只个咱讲较这个文雅客语，也是讲河南话的一挂，会当读到高音的这个字，吼、哦，就是这個日本开始造好了呢，新写。全台湾哦，穿的新鞋拢拆甲了了。中国有诶，咱讲过去咱受的迄个教育、迄个历史吼，有一个特色，中国人有一个特色，前朝的东西要全部摧毁、消灭，一定要做这个动作，表示什么？他不在乎前朝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了、啊。坏的东西当然你要革除，没问题啊。而好的东西你要留下来啊，但是无啊，过去的建筑物盖水，有无？拢欧式、巴洛克式等等，这种这个老了个真嘛？较早咱就注意个看吼、哦，较古早的火车头啊，火车站的头前拢圆圈，啊，圆圈是安怎？是安怎圆圈的设计？圆圈足多，就是什么台南啊？哦、有台南来的无？他敢有台南人？无啊。有圆圈是啥物意思？有圆圈就是讲十字路口无需要圆圈，但是你若加一条路线，你需要把遐个车运转出去，所以要设圆圈，互车入来会当驶出去。啊无交通号志毋知免啊，免怎设啦？嘿，你轮流等就等甲昏去啊。所以圆圈是一个交通系统，设置交通系统的时阵，咧帮助疏通交通的一个设计啦。啊，圆圈头像那种设立者啊，这就是讲，这时阵中国啊，什么人对台湾建设有功诶，就会改过新年就会改设这个铜像。但是呢，蒋介石来，唔是全部拢拆掉，家己的拆起哩，就是安尼。他要消灭我们的记忆啊，
中华民国要消灭我们原来身份的记忆啊！博览会，你也看这时阵，叫博览会，史政44年纪念，就是管理台湾44年啊。好、哦，1895加44，大概加44，大概1933几的呢。日本时代咱新得的车头就是安尼啊。这个车头吼、哦，有一寡典故啦。迄个时阵，日本派足济即个优秀的留学生去欧美学即个建筑，啊，因个欧美的即个建筑设计上盖好，因比较迄个图，吼、哦、净土啦比赛上盖好诶。我即马日本帝国要伫新竹起一个车头，恁遮个留学生留建筑系啊是设计系倒来，恁比赛上盖好诶。他起来，就起落啊，所以较紧。这即卖现貌，祖国的情感记忆哈、啊。这出电影呢，大家敢有看过《龙猫》？有无？多多龙啊，系啊。托纳里诺托托罗，《龙猫》呢？这个电影呢，会帮助我们唤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这有看过无？有哦，哦，有举手者，我看麦，我看偌济人看过。好呵，等一下你们会发觉你们深藏小时候的记忆会拉回来。可能有的人没有啦，没有这种记忆，只是对于龙猫有记忆，但是他没有小时候的回忆了哈。这人穿啥物货？你有穿过和服？无？你有穿过和服？这个是我小时候了，这是我本人小时候，我穿过和服啊，有吧？你有穿过吧？小时候，没得较少年的呀，你们很年轻就不会穿到，不是现在小朋友了，我是在讲超过40岁了，有吧？那因为你讲超过40岁，都唔敢举手呢。小时候穿这是因为阿公阿妈给我穿的呀，现在阿公阿妈给我穿这个。日本教育嘛，日本教育啊，穿这种方便，穿落啊，迄条绳啊绑咧，啊，就解决啦，好、哦，就解决啦。有看过这无？这是啥物货？注意下吧。针卡就有这個。你茫看即摆呢，即摆有所在已经毋是针卡，嘛阁有这個呢，是因为即摆已经发展起来啊。过去针卡有这個，啊那都市有啥？水得水啊，水龙头的台语要哪讲？不是啊，你被水龙头哈，这个中文哈直翻被我们很多语言已经被这个直接影响了，水得头啦，变成水到头啦，哎、欸，啊、哦、才是水龙头的那个翻译。这是客家大院，客家大院上面，那里山顶呢，还有水哦。这卡是啥？当时用啥物会做诶？过去细汉有看过这种无？竹林有无？足重，啊拢未歹，啊足香。顶悬有钳啊，啊、哦，对啊，啊这个做啊足水哦，足精致啊。较早挂过网头无？有无？较早咱是毋是困这种眠床？有无？今麦阁有咧困啊？嘿，有困过这个眠床的举手看麦，有困过这个眠床的啦。好好，迄落，我细汉就困这个眠床啦。暗时啊，拢爱挂网头，透早爱偷网头，啊，阁自己也收起来。啊，烫书呢，就是伊边啊这种门拍开。这嘛是叫烫书哦，门拍开，棉织被甲网袋拢收入内底，就是哆啦 A 梦小叮当咧困迄间啦，迄间就是哆啦 A 梦，伊就是困烫书啦，安尼啦，安尼有了解吼、
再来，就是睡这嘛，确定的叫做茶房嘛。啊，有当时啊，老大人会阁铺这个榻榻米，哈、哦，铺榻榻米。所以较早呢，阮厝边有一个咧做榻榻米的店哦，专门咧做榻榻米的店哦。迄种物件即摆拢失传去啊。较早公车有这个人，敢知？有哈、哦，这车长啥物用意？有啥啊？有爱有这个人？收票，这个车长的用意吼，就是过去车站、大站靠后头啊贴票，对不对？啊，那迄种较装卡，你就采一支这种嘛，你的站就采一支牌啊嘛，伊无法度贴票。啊，这个人呢，车到这的时阵，又讲哦，这是啥物站？啊，伊的。伊个位置边啊，毋是有一张表，啥物站到啥物站偌侪钱，所以你起来的时阵爱伫遐贴票，啊无你装卡，啊毋知你伫底坐啊。这人个用意就是安尼，啊这即卖变做啥？变做悠游卡迄台有无？比一下，就伊就变做迄台啦。嘿，去哩啊比一下，啊落站比一下，安尼你就算钱啊。即卖变做安尼，所以有机器，所以这个人的这值得慢慢啊无去安尼。较早砖头，囡仔放去，规砖头来吹，对不对？这就是咱的民情啊，过去咱的民情啊。啊，即个囡仔放去哦，叫警察吹，还阁吹无？即代啊，体味哈，难讲孔明车啦。我们那个头脑那个支那文化要拿走啊，中国文化要拿走。好、哦，谁去看到孔明骑这台车？没有吧？天顶，唔通讲孔明顶，因为我毋捌看过孔明放顶。哦，即代吼，过去它有来历的哦。伊这吼、哦、有车牌呢，还有车籍牌哦，就是有管理的。你看连一台卡达车都会使去做管理，所以这个咱过去这个国家是，咱的祖国是这个制度非常良好，哦，秩序非常良好。咪讲。门门关门锁诶！我二十当前去台东的关山啊，诶，真正门无咧关，门无咧关，无咧锁诶哦。啊，因啊，拢是插门啊，拢是插门。啊，我是为即个高雄过去，我想诶，奇怪，恁遮拢无咧锁门，因为人甲人的信任感，哦，信任感已经不需要这个那个。就是防盗了啦，没有这个东西了。过去咱学车是不是拢安尼学？咱没有那个学步车啊，是讲学小台车去学卡达车哦，是把大人的车抬起来啊，脚软过安尼打来打来，有无？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学车的，这个是咱的记忆啦，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嘛。所以咱本来就是。日本人啊，咱伫国顶面日本人啊。人讲，你民政府拢要去做日本人啊，啊做日本人有啥物唔好？我甲阮朋友讲，恁的阿公阿嬷就是日本人啊，是啊，你即摆变中国人。伊讲我唔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啊。你台湾人，你的证明摕出来我看，摕袂出来。台湾人就是一种考核啦。你若无法度摕证明，迄拢是考核啦。哎、欸，那亲像我伫遮，我甲大家讲，哎、欸，我美国人呢、欸，你无法度证明啊，是考核啊。我若今天去摕一个美国护照出来，哦，安尼就当证明我是美国人，是安尼啦。那今天去咧讲什么人，什么人是咧指一个法律的文件。美占吼，就是讲咱要搁美军占领中，大家敢有相信？敢有相信？有无？相信哦？是安怎相信？什么原因相信？因为张秘书长有讲，啊，张秘书长讲真正拢唔相信。美占吼，直接吼，大家看一寡相啊，啊，大家就咱去体会。美占的经古吼，古金山和平条约23条，才有写，哦，才有写。伊讲吼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这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是啊，主要占领国的美国，安尼，这李记也嘛是赶快。
美检的单位，有看过这张车牌吼，外口介侪吼。这个、USMG，TCG 就是台湾呐、啊，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哈，台湾 Civil、就是。那 USMG 是倒位？伫遮，第四条 B 一遮，哈、哦、，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军呐、啊，哦 ，Government 政府，美国军政府伫遮。这拢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那若无乌白讲，德哥到菜刀凊彩摕一个物件来倒啊，毋是啊？那 USMG 的根源是从这边来的。咱今仔日咧讲的是法律文件，毋是伫遮自我感觉良好，讲一个物件，讲啊足水，啊倒了足好看，啊骗大家人来上课，毋是啦。美检的相关文件吼，这个文件呢是反证，得病的病反啊，反过来证明啊，反证。这个、文件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来证明。咱要个受占领，伊才有写。台澎地区现在仍被美国武力占侵占，这就是侵犯哦。中华民国什么领土完整，这是应该你讲的啦。但是伊只有写台澎地区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其实不是侵占啦、啊，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持续占领大日本帝国台湾的领土啦，是安尼啦。这新闻都有写，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的台湾是绝对安全的，根本就不是国民军在保护台湾啊。什么823古宁头，有的无的，里里扣扣的，单打双不打，那都应该你在演戏的啦。所以，咱比占领的人民，让因提起前线做炮灰。这法律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这个陷阱你给检验下去，就做陷阱。咱很多事情在台湾70年来都发生很陷的事情，很夸张，很恶的凶凶的事情，就是这样。美战的现象，这个是那个时候爸爸水灾，他来美军来给我们帮战、啊、中国不是说对我们很好吗、啊、他不看过他来给我们帮战，啊，这人伊个领土，伊就开飞人去甲降落嘛，对不对？顶礼拜毋是美国 F-18来甲降落，哎，拢跳起来，啊无，伊感觉无好，啊无，你嘛开一下迄个歼18还是歼偌济，你来，你来甲降落嘛，哎，你来试看卖嘛，直升机啊，降落啊，是毋是？这周胜，这是文周胜啊！你注意看哈，美军基地台救病患，啊，咱即卖医生是拢死了的，咱的病院拢关店埋呀。显然，伊来家救病患，赶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美国人伫家早产，啊，伊军机落来，啊，改再等于日本就医，啊，咱家拢无妇产科啊。所以这新闻是足奇怪，它有这种新闻啊。但是这新闻只是予大家看，美军机约落来就是落来了。啊、你也注意看这个新闻，注意看这个消息，你真足甲看。每一台你若飞行机若甲翕出来大张的哦，伊拢会翕到这名流氓机啊。大张拢会安尼哦，那有这种现象哦，伊就拢会调机翕到这个流氓机。这顶礼拜的消息哦。谢谢台湾的协助，这叫做假设计啦。因为台南机场到青山港拢是美军控制啊，这假设计啊。啊，当然媒体伊有一个表面的现象，表面的意思，伊必须爱安尼交代，伊必须安尼交代。但是你唔能够当作伊是100%真正的讯息啦。有无？这个名哥造出来有无？因为我注意个接触这新闻的时候，我感觉伊这记者吼在翕相的时阵有美角伫遮，一定爱把这张翕出来。这个若无去，这个有滴个什么意思？伊还阁有管理权呐、啊。啊，这个若无去，换做美国个嘞，就真正恢复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啊！恢复国际地位第一步，咱今仔日去个过美国，就是要把这个赶走了。哦，把这个赶走。
这内部人员拍照的，哦，拍照出来，内部人员，这不是我，我不是内部人员，那是网络有内部人员把这个东西传出来的。来，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九哈，新闻你甲看咧，啊，你就大概有迄个概念，你就会当知影怎么解读新闻啊，你甲看。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经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的，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军机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这新闻，穷婚很喜美战。就是还没来上课之前，我们看这个新闻会变成什么会？林密如补土豆啊，很寒的啦，就了啊，我们这新闻就好过去啊，但新闻都透露出一些讯息啊。美战，若不是美军武力占领，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出这个文件，为什么要出这个文件？咱用几个现象过来看哦，啥物叫美战？有做过兵的拢知影啦吼。台湾即卖军力啊，需要中国伫沿海花布置2-3千颗飞弹对付台湾吗？不需要吗？啊，对嘛。那既然如此，他那2-3千颗飞弹要对谁啊？可能不一定是美国啦。但是我们反推嘛，我们一定有一个很强大的引武者，还是说背后人，台湾的背后人啊，底下顾掉的，伊唔只爱安呢。咱过来看几个现象吼，逐摆中华民国的总统啊，选举选掉拢讲六字真言，哪六字？哦，不同、不独、不武。那先来看不武哦，不武就是不能发动哦武力，不武是啥？前两年哦，菲律宾，咱东港有一个渔船啊，船长去用弹射嘛，啊，伊渔船无记得箭，开出去啊，哦，媒体查噶，哦，咱一台记得箭，等下改规菲律宾拢消灭啦，哦，讲啊做臭屁啊，啊，讲啊大家真惊安尼。提莫吉金喝，哦，记得见，你看我们的武力非常的强大，安诺安诺，你看枪刀拿下来了，出去哦，去出去游行一下，按一下，回来啊，但是那是美军在边啊搞嘞，
你不能发动战争了。不统不跟谁统啊？不跟中华大陆统，不独嘞，台湾不独立，啊，你讲我上听，讲给美国听的啦，咱拢计是讲给中国听，唔是啊。其实这六字真言拢是讲给美国听的啦，因为台湾这个咱即卖讲看到这个政府，其实唔是台湾政府啦，唔是叫做台湾 government， 伊是伫这个美国。甲台湾叫做一个台美关系法，我底下来对说起来，台湾地理当局是美国咧控制啊，所以换一句来讲，美国是伊个头家啊，是中华民国个头家。咱今仔日唔只狗，只狗有效，是只狗啊，后边甲你加，你去甲过高啊，唔是啦，咱在找伊头家嘛，找伊个主人来甲治啊，安尼找伊个主人啥物人？美国个司法啊，来甲治啊。这个既然是美国管的，既然是美国管的，所以现在他要大概这个治理当局的局长要改美国报告，欸，我上任之后我会乖乖听你的话，我不要统一，我不要独立，因为美国有一个一中政策，哦，不支持台湾独立，哦，不可以让钦差发动武力，不能使用武力，不统不独不武啦。所以若不是美检，到大概新闻出来都是 AIT 出来发言。若不是美检，旋转伊的飞机可以下清泉岗，没有人知道。其实不是没有人知道，是有人知道，只是不一定要上报。一定有人知道啊，不然我怎么知道下面的这晚上呢？我怎么知道那个跑道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落来都弄掉，再来。为什么台南机场一共，欸，我们开一台外资的车，欸，请你们让我们，这东西表面说辞啊，请你让我们把飞弹载回去，不是，那就是开进来啊，这整个系统都是做伙的啊。民政府真的假的？台民真的假的？你去买，你来上课进讲，你敢讲是真的吗？像诈骗集团的，对不对？诈骗集团是很多人说啦，说我们这个贩卖梦想，说我们诈骗集团。我们去过美国的文件，我刚来参与的时候，我也是有这种心态，我也是这种心理的想说，欸，这会给我骗，喔，这会给我骗，啊，去查，欸，美国的网站也有呢，真正有到这个案件，表示这不是空穴来风，喔，真正有去过，喔，甚至后边有一本册叫做《台湾最终关系》，台中最终地位的那个第三集来对的这个判决书啦，哦，他有判决书，这是咱去各美国的律师，好，哦，去年的这个九月的时阵，伊有来演讲，伊来演讲的时阵呢，伫桃园大饭店，我落去甲听，伊来演讲的时阵，因为咱即马。很多人说假是因为在这里这里 Petition Deny 说我们这个案件用驳回了，用驳回就是说这个案件结束了，停止了，没事了，你们自己回去吃自己，这样啦，那个时候就有金，就是我们在做去开会去，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台湾大饭店那个会议厅直接跟问，用英文跟问说什么叫做 Deny， What mean is Deny？哦，How is different? How is different? Reject，哦，Deny and reject， 就是说 Deny 翻译叫做驳回， Reject 就是拒绝回绝，啊，两个有什么意思？ Deny 敢是回绝，敢是无效啊？这个律师就跟我们讲啊， Deny 不是 reject 啦，不是啦， Deny 是什么意思？在法律上的用意是说今天他用英文说的啦，哦，我直接翻给大家听，他用英文说 Deny 的意思，他用一个英文俗语说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天你的时机不好，今天你的资料不够充分，今天你的文件没办法成立，今天很多客观的条件因素导致
美国司法不无法对你这一个案子做适当的裁决了，称为 deny 了，安尼啦，这就是判决书啊，这判决书是网络上找到的哦，这个档案都还在哦。我本来就是这破坏书是台湾民间用给你编出来，因为英文能力高强的人掰出了一篇大道理。这个你网络上找到，差不多这种物件找不起啊。咱有这个设办公室啊，啊，这是咱去申请这个 foundation 啊。新闻这么多，自由时报十几摆，联合报、中国时报、网络电视台。都有报民政府，当然不一定是报正面的啦，但是 至少这些消息都已经散播出去、曝光出去。但是呢，要有人不知道，谁人不知道？谁人不知道？因为咱已经七十年来，洪家家是奴隶的思想啊！我甲朋友讲，大家拢甲你应一句话啦。你得好好啊，食头路就好啊！你其实不插这创啥货啦？好好啊，食头路趁钱，吼、哦！买一个烧酒，饮两杯啊！出去买物件，甲你一个假期时势，甲你亲人出去佚佗，游山玩水，啊，回来佮继续食头路，纳税金，你安尼好好啊过生活，太唔好！你插这创啥？听起来是不是做有道理的？是做有道理的？我今天的直接納稅金，就是因為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啦，這個中華民國直接不合法，咱直接會受到剝削。中華民國萬萬歲，有聽過齁？萬萬歲是什麼歲？逐項歲攏有啊，逐項歲都有，你都想會到的，伊攏我都對你身軀頂甲你抽出來。啊，你也看，咱若健保齁无得吼，就该锁起来，该你停止，对不对？阿妈研究伊个无得也不要紧啊，头要紧。啊，咱税金吼，小块啊，几千块啊，几百块啊，无得着，哎，就该你约格底，一块都袂，互你走虾米，最厉害，做好路，对不对？啊，你也去办一个公文，办一个啥物会？好啊，等过来。过来十粒银啊！那经过过来个月后，都办出一个奇怪，效率偏偏公务部人员啊，太效率差侪。咱落去四季酒店开会，顶管这四季酒店，我挂咱的机啊，啊！咱落去天皇，甲天皇接收，咱落摕咱的民政户籍入面，这毋是凊彩一两面呢，这是一堆人安尼。公明正大提起面嘞，风景嘛不是你凊彩咱客机啊，要不你也客五金旗过去啊，要试看麦，敢会使？桂林记，咱就去参拜靖国神社。有人讲啊，你这就是啊，这套关系、攀关系的啊。参拜这个靖国神社桂林记，大家知道什么用意？迄个有咱的。台湾人的英灵在那裡啦，清明剛才過嘛，你去掃墓你敢會掃隔壁的？沒嘛，啊裡面如果沒有我們的祖先的這個神主牌在那裡，我們去參加靖國神社創啊，不就在無聊說，我是來到這裡我才知道說，哦原來我們過去有三萬九千幾名的我們的先人，為了這個土地流血流汗犧牲性命，以至于这个大日本帝国把这些人的英灵刷去遐供奉起来了。啊，你唔能想讲该拜了吼，我的神功护体啊，都不怕刀枪子弹没啦。这是一个追思啦，讲咱去到遐讲，知影讲过去了有咱的先拜替咱这个土地老火搬安尼啦，咱对念因这的丰功伟业啦。自由时报的这个网页啊，苹果日报啊，这拢放一个月哦，够人有看到，有诶有人看到哈、哦。啊，这美国司法官员来台湾演讲，各州去拜访，嘛去演讲。美国司法官员呢，伊来诶时阵，搁一群人伫
网络底下咧正讲啊，这退休的啊无效啊。台湾人的思想也弯曲到吼，什么物件很像正面的吼，他就会想到一个负面的，把它抵消掉。这个司法官员你查得到的，网络上查得到的。啊，一来演讲，一个美国司法官员，虽然即使他是退休的，他可以到处到一个小岛的诈骗集团里面演讲吗？他们美国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吗？如果我们是诈骗集团，美国人不知道我们是诈骗集团吗？美国人比台湾人还笨吗？司法官员一来这个台北的国际会议厅遐演讲，伊所讲的所有的论述，用英文讲的啦，所有的论述就跟我们的新台湾论述是吻合的啦。啊，有办一个，因为袂因为单纯一个演讲，因为外国的会议、记者会，也是讲演讲，拢毋是单纯讲一站起演讲，一定头前有一挂暖场，有一挂啥物一个节目程序的设计，所以迄个时阵是用音乐来发一个交响乐，好、哦、交响音乐会，然后结合这个演讲之后再来有一些表演，好、哦。加记者俱乐部发布的消息，我们会在国家，这是伫记者会进行，这是去过美国的文件，暗河还袂热，但是即卖已经热了啊。咱一群人去开会，这是有无？国家记者俱乐部底下合照，这是迄间 life， 我家己列落来。等等，咱林有无讲一个律师啊？这律师来的时阵，有人讲啊，恁民政府哦，钱开了做淡本的呢，迄买几个外国人来遮演戏啊？讲叫阮讲咱摕钱去買外国人来演戏。所以咱台湾人已经思想已经错乱到真正的代志看无，假的代志当作真的，人讲白贼信道道，人讲真话唔相信，就是因为这七十年的洗脑，让咱的头壳已经完全变质了，让咱已经是思想已经是中国化呀。做侪咱的想法是用中国迄款的思想做起发的呀，哈。就是这个时阵开始的，你注意看哦，这投降典礼，他这边有四面大旗，这是盟军哦，那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哎，不是，那是向盟军投降哎。中华民国来的时阵，恶意消灭咱过去的历史记忆。方明华有禁台语无？嘛有禁呢？方明华有禁哦。公家机关、学校袂使讲台语，袂使讲客语，袂使讲母语，有禁嘛？但是方明化了后，伊个禁吼，禁了后，咱个是大人，母语还阁伫个吧？安尼伊敢有殖民？并无呢，伊毋是殖民呢。方明化是因为在让土地成为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之前必要的程序啊！你这块土地上的被殖民的人民要有一部分规划成为你的那个臣民啊，你的公民，你的国民啊，主动规划，啊，那这成才会成立一个国家的条件嘛，土地、政府、人民、外交，啊，那个主权啊，这个都要同时要有成立的 啊中华民国来，宋初儒这新闻局长的时阵开始禁。连布袋戏都要改做北京戏，你下尾两去啦，讲北京戏，你就看了怎样变作笑亏啦。啊，禁了，咱即马少年人看有第几个有法度安尼用台语专程用台语来演讲，还是讲专程讲台语？无法度啊，无去啊啦。甚至咱讲各原住民拢差不多无去啊。刻意消灭，我要证明给大家看，什么叫刻意消灭？这个文件，刻意消灭，搁搁了公文呢？哎，文件给变出来啊！你看这个文件一下叫写，伊在写讲啥？迄个时阵吼，
查本省商用那个台秤多数系日据，有无？用龙潭工作做日据，日据时代时期制造，秤上盖，秤盖上铸刻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哎，字样啊，伊拢甲抹掉啊，消灭前朝是中国人最常用的统治手段。所以哪公武一个公哦，本省正积极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积极消灭哦，该有形的给消灭掉了，啊，无形的就是禁禁你讲无语啦，你袂当讲日语哦，你若恁厝里拢讲日语的，过去这个华莲吉安遐吼，遐一个庄吼，迄时迄时阵日本一个算一个进驻在那边，过去一个日本人拿来。因为类似度假村，啊，因就开始伫遐设置，伫遐闲话，住伫遐。啊，所以有一出迄个纪录片叫做《弯身》啊，台湾身，弯身。伊意思就是讲，咱日本内地人，咱来讲内地就是咧指日本本土啦，咱则是本岛。内地人来遮住，啊，伊伫遮生囝的叫做弯身。啊，迄时阵撤退没有完全撤退回去，要搁留伫遐的。啊，就积极消灭，你注意甲看。啊，桥梁上昭和某年建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建造啊。啊，这个代志吼，咱今天要看了的，却可以造出来了。民国前十三年，中华民国改民国吼，这个名改动这几纪元呐、啊，动这纪元年号来用啊，也是讲公元的年号来用啊。啊，公元是全世界承认的，讲哦，耶稣出生那一年当作。公元一年，还是讲纪元元年啊？开始往后算的，一年、两年、一百年、两百年、两千年啊，往前算就是几年这样子，用公元这年代的记号了。啊，中华民国这人哈，他卡怪怪啊。民国前十三年，啊，民国前十三年什么意思？中华民国哈，伊想一套逻辑，把所有伫亚洲地区的这个世界历史。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元帝国、大明帝国、大清帝国，把这些东西都连做伙，跟我们台湾人说，这是我们中国。其实他根本就没承认中国啦，他根本就没承认这些朝代啦，因为他的承认，他就不用民国前啦。因为你看日本，日本是什么？2600多年的历史，同一个皇室，同一个朝代，同一个朝代，同一个皇室，伊就是用迄个皇的这个名，这迄个年号，所以有明治、有大正、有昭和、平成，所以不会有昭和前几年没有，昭和前就是大正，大正前就是明治。伊袂讲有前几年，但是中华民国就有前呢。啊，中华民国的前是啥物会？应该是光绪啊，是讲溥仪啥物会啊？应该是安尼玉等伊较对啊，但是唔是啊？伊就用民国前，你甲看下，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年你搁伫倒位？十二年你搁伫中国诶？你这根本就毋是你诶土地啊！啊，再过民国十三年，加十七年，所以你来看，那是日本，你是一脉相承，中国因为一脉相承啊，拢是大中国文化骗人诶啦，骗人诶。中国已经汉人这种混血统早就被混掉了，而且他已经消灭了好几次了。这就是往上追，你就可以追到他的父亲。这就是年号一直往上追，所以你不会有平成前、哦、大正前这样子。所以呢，用中华民国的概念呢，那来看这历史就好笑啊、哦！你注意下看，大清就是民国前250年，那袂当叫大清，叫做民国前250年，对不对？啊，你个个叫等于。前1300年，隋朝、隋代，旧石器时代，皇帝的时阵，中华民国，民国前4600年，那你看历史就好笑呀！啊，那这个地球哈、哦，是民国前64亿年生产的，就是安尼。所以咱认知已经错乱了，因为这拢是错误的、毒素的教育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一。
你捌去美国空袭吧？你捌美国空袭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空袭，你敢知什么人敢顶炸弹啊？那日本啊，日本敢顶炸弹？哎呀，在日本顶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园的，都唔知。就你几位？啊！你讲是啥物啊？甲你讲诶，你讲你知。哎，阵都咧，心脏咧跳咧跳。走美红公河啊！个，但伊迄阵囡仔拢蛮在。阿尚，你阵住伫台南。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甲咱顶炸弹诶，对啊。迄个美红公河诶。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阵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变转的，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好，这阿伯讲对不对？倒位唔对？啊，是怎麼他這樣說？其實我們教育，他說他日本人做七四歲，1945年嘛，1945年，現在已經經過70年了，所以就是他現在已經74歲，今年算74歲了嘛，就是說他四歲之後，他又不知道事，上禮拜今天的中午你吃什麼？你袂记哩啊嘛？你才会记哩四岁发生啥物大？你讲个啥物代志？可能美国空袭是一种真震撼的一种感受经验，他记得起来，但是他不知道谁是打谁啊！啊，这七十年来受到国民教育，中国的国民教育，教讲吼，我们八年抗战，我们呐、啊，啊，八年抗战是阮阿公甲恁战呢。我阿公甲恁怕咧，啊！你等下说变成我们怕我阿公啊，所以伫教育内底总改迄个观念总改过去。我伫遮徛伫遮上课吼，那是会使有一天，这勉强阿伯啊，伊会当来遮上课吼，安尼就非常有意义啊！吼，伊会当来遮上课，知影讲台湾民间户咧讲遮个物件，会。把我们过去错误的认识历那个历史认知哈、哦，完全纠正过来啊！中华民国跟台湾是无同款的物件啦。解读爱为这个观点开始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啊！我们看影片二，这是一中国人跟咱讲的，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影片二。就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怎么样给1912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呢。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了。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聊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有一篇秘密的演讲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
中华民国还存在，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李敖算中国人内底头壳足清澈的哦，啊，但是呢，咱这种清澈的话，差不多拢听袂落。这个幻觉一直延续到今天呢、啊，对不对？那压根以为是中华民国还存在，因为我们还在用钞票上面也有印中华民国啊，护照上面也印中华民国啊。以供这个事实不会告诉台湾全体的中国同胞，你敢不是中国的同胞？是啦，你拿那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同胞啊。啊，咱的想讲，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没得选择啊，对不对？我们没得选择啊，所以我们去告美国啦。这个违反国际法，违反战争法嘛。连那个日本来治理福尔摩沙岛的时候，留在台湾的人，给你两年的思考期，你可以选择留下来或离开。我们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嘞。违反人权啊，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去革啊。中华民国其实已经完全被封杀掉了。我们看影片三。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暂停，一律不暂停。暂停，你注意看哈、哦，这新闻，中华民国 ROC 被否定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被否定了，他只能用台湾的名称，上面有台湾的名称。但台美关系法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说明，什么叫做台湾 啊不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被占领了，哪有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是被占领地呢，我们是大日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A part of territory 呢，我们是一部分的，难道有什么主权？主权就是天皇的啊。好，我们继续放。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各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那国人家国家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暂停。今麦被这三面两在拥护中华民国，咱讲领赢的呢，是变作领赢的拥护中华民国。啊，哪样已经拢提啊？恁美国甲讲，你袂使用这个方法啦。啊，另外唔单是支持中华民国，甚至承认中华民国，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绑会啊！咱所有人民的情感都被绑在这个里面了，所以只要攻击到中华民国的，一定会攻击到我们的情感。因为当媒体把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跟台湾这个名称两个置换的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他的对象是谁了。所以，咱来看下新闻，咱来干嘛？中国这阿爸，哈、啊，你会做袂爽的，抗议、抗争的感情，就是被媒体安尼操控的啦。好，这个我们关掉。中华民国已经完全被封杀了，所以泛绿阵营一直要把
把这个东西绑在一起。显然，因为咱讲统治阶级哪样，这人拢知，一开始咧提啊，要提出这个组织架构，但是另外要去要占，要去要占，啊，要去占，要合让他有合法有统治的合法性，当然，这你们民间白社会啊，因为中华民国要被撤除掉。在台湾的这个代理地位、啊、要被撤除掉啊！啊他们进去把占领这个机、这个那种组织结构，要占、要把这个组织结构继承起来啊，才能继续治理台湾呐、啊！啊，所以变作哪样哎，无爱看到中华民国国旗，陈云林来的时阵啊，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旗子，然后绿营的跳起来捍卫那个旗子，变作是安尼。今天去台湾人上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认知问题啦。咱拢是中国闹，台湾吹啊，讲你什么人？我台湾人。但是实际上，咱头壳想的根本就是啊，中国很凶的是，咱拢亚殖民机啊，拢讲这个名啊代表台湾。问题是殖民机啊，就是流氓政权所带来的海军旗啊。你啊上网去找全球旗帜，它就是海军旗，中国海军旗，只是民国十几年的时候。他因为法律稍微有一些，那是有一段故事啦，哦，那变成那个所谓的国旗。我们不但是把这面旗帜把它视为台湾，我们被骗了，我们还把这个当真，拿到国外去骗外国人哦。我们叫台湾，我们不是中国，我们叫台湾。但是他先撤人了，讲啊，你的中国啊，你的中华民国，中华台北啊，中华中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啊。中毒原因就是因为教育跟媒体一直不断的在对人民洗脑了、啊。你也注意看，这最新的一些民调哈，一月前的这种问题哈，就蒙出来你的中毒啊啦。因为你就在那个选项里面，你是没得选择的哦。你就在那个选项里面被指引。第一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支持这个论述的，支持这个选项的。65.8%哦，啊，那调民调一出来公布，你看我们台湾人65.8%支持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我们认知就是被绑在这里塞底家啦。然后呢，这一层中毒之后，第二层再继续洗脑下去。第二个问题的是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改必要改变国号，建立新的国家？哎，74.6%没有必要。啊，那是不是双重中毒、双重洗脑？你的认知就牢牢的牢固啊、哦，永不可摧毁。我们看一下影片三之一，有三之一。看这莫名其妙的影片哦，这影片有目的的啦。肥啊，还袂黑进前，还是水进前，镜头是向哪一边的？左边嘛。它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什么现象？下面那一根变右边嘛。啊，到的时候全部都变成右边了，对不对？你看到的是向右边，对不对？可是它根本实际。是向哪一边？媒体今天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啦。咱今仔日若无把这个媒体这个杯仔内底水抽掉，还是讲去规个杯仔甲揢掉，咱看的物件完全都是反过来的、扭曲的。
媒体今天在做的动作就是这一杯水啊。今天去帮咱大家媒体解读，因为你看为背要出去，所有物件拢颠倒变啊。你嘛甲人讲，我看的是右边啊，对不对？但是清楚的人最减一半，伊咱看，无同哦，有一支唔是右边的哦。但是真正厉害的人，甲规杯水起掉，伊就看清楚，伊实际现象是啥物货啊？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四。马政府实施。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强的，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好，是我方和美方。暂停。今天你看媒体，只要他出现台湾，你就把那个名字换成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安尼就懂了。我们看一下。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36年来的首次。好，暂停。有什么大陆？暂停。台美断交36年，对不对？对不对？对吗？台湾有跟美国建交吗？这样理解能够理解了吧？你要这样把它解开啊！台美没有断交过啊，因为没有建交啊。台湾没有人、没有政府去跟美国建交啊，我们是被占领的。中华民国是占领，是因为受麦克阿瑟的命令，他来这边占领我们的。这个政府不是台湾人的政府，把它切开啊！啊，我们播下去。方面是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都表示说，双向原则是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36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圆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也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你若讲的大陆哈，你就直接把它转换成中国，没有大陆这种东西啦，没有大陆国啦，除非伊改名叫做大陆。R.O. 大陆，这样我就叫大陆，因为大陆是地理名词啊，亚洲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大陆，没有大陆的这个国家。所以沈理群说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啊，因为没有外交部啦，没有这种东西啊，它是办事处，它不是外交部。一个中国政策，就是像在咱台湾的媒体齁，那一杯水就是这个用意，他把这两个东西换过来。啊，那喝康 A 呢？中华民国，白康 A 台湾，贪污都是台湾，台湾污啊。我们看影片五。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暂停，有台湾护照吗？我告诉你，不论在言语上面，或者是文字上面，他都一直在做这两个东西的置换。好，咱看代志拢甲当作一件代志来看，但是你爱甲分开看，根本就没有台湾护照啊！申请美签，继续换。申请表示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事，只不过是他们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
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这新闻哈，好笑的家，金门马祖属于哪一省？福建嘛，对不对？没有人会说它属于台湾省吧？好，那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啊，福建省属于哪一国？啊，金门马祖的人办理美签，他的国籍要写什么？还有什么好意外的吗？这种新闻就很奇怪啊！但是咱没感觉奇怪，那真感台湾人正义的台湾人给造出来啊！好，你看，伊敢欺负咱台湾人啊？伊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啊！我们只想单纯的办个美签，伊拢用一种卑微可怜的方式在博取台湾人的同情。今天叶给林上阿帕契也是这样子啊，任何只要他们本来光鲜亮丽的一面，只要他一出包出错，他就变成不是过街老鼠，就卑躬屈膝，然后装可怜，然后在媒体上面滴个眼泪博取大家的同情。哦，开始的网友开始变拐啊，说哇对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啦，上面会的变成他那样。台湾人的同情心是很容易被利用的，所以外国人看到就清楚台湾人真蒙蔽啊。记者不是问 AIT 有没有 ？AIT 说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表示这不是新闻嘛，这一直都是这样办理的嘛。啊，那个议员为什么突然会讲这些东西？要炒作，炒作那个新闻的话题性啊。那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要炒作媒体？如果不是为了一些选举，或者是为什么？你曾经看过非选举期间，然后政治人物炒作议题的吗？很少啦，很少。来啊，这个影片又很好笑。那个记者不是问 AIT 说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嘛？然后他又去问外交部，外交部回答什么？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奇怪，啊，哪一种阿萨布鲁的新闻，媒体就一直约，一直拍，一直叠叠，几个月，几要半冬的，啊，这种新闻拢袂个，是安怎？因约了吼，台湾人拢醒起来，拢精神起来，啊，原来金门马祖跟台湾澎湖是不同两个国家。媒体辨识法来。你看星星的时候会用哪一只左边的望远镜嘛？啊，看那个细菌的时候你会用哪一只显微镜？右边这只。啊，看星星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右边这只？可以啊，怎么会不可以？你看不到。那我今天跟你们讲可行性啊，还是今天要讲适用性啊，有合不合啊？你看媒体要用什么样的角度眼光去看较会合，不是会使甲袂使问题啊，吼，不是会使甲袂使问题，拢会使用啊。就是讲，你用不同的工具去检视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有一个影片，看那个 coffee shop 的那个有没有？这款啊，这影片拢跟媒体有关系哦。好，虽然一看开跟媒体有关系。Get out of my way!
我请问大家哦，那什么投举手表决了哈、哦，我请问大家，这整个影片你认为它是真的，请举手；你认为它是假的，你 gay 啦，请举手，你干嘛一起 gay？ 这个答案是没错了哈，大家举的是对的。而、我跟问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哈，那个刀啊，伊的手伸出去，总走出去，对不对？啊，那个人伊手伸出去，伊就安尼扑起来，啊个伊安尼哀一声，啊，切落来。这三件代志，你感觉是真的，请举手。下来。你感觉是假的，请举手。假的。下来。真的啦，太假的。这三件代志是真的呢？可以设计啊，你爱别聊聊我的重点。我们看解答，我们看一下解答。丹姐啊，好啊，佮包含这个怎么讲呢？哈、哦，这个女主角啦，这个、女主角，还有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不知道的人，一种是知道的人。知道的人就是坐在那个那图会卡遐无？伊若记一些物件落来，伊嘛爱假无伊安尼，好无？好、哦，啊，咱头拄仔看几个代志，咱感觉是假，是因为咱知影后壁有设机关嘛。啊，迄个人只是表演的尔嘛。但是你若唔知的时阵，你伫现场，你嘛 ，Oh my God 啊，对不对？无一个查囡仔，哦，啊个想要翕无，啊个会惊。哎、啊，这有一个加成效应哦，伊第一个，互迄个人扑开。大家就带一个啊，无论你是白人、黑人，拢同款。你直接看到现场，你就带一个啊，好、哦，你就吓到了。那再来第二层，一手伸出去，头先你想讲，头壳咱人啊都有一个意外的现象，咱诶思考会停顿啊，没有那么理性啊。为什么？那是做自然的，因为我们要靠着本能生存下来。你有可能。车祸啊！你搁伫边啊想讲，太理性了呢？分析谁来车祸？是不是这速度无够紧啊？挡皮啊无够来？你袂伫遐想，你还赶紧要走啊？那你用本能去反应，啊，这人拢出现本能。啊，加成效应就是，迄、那个人扑起来，倒啊伊啊走出去，加强哦，这人有超能力的能力，迄、那个印象。第三，爱一些物件落来，大家紧走了了。来，我们看一下。解答啊、哦、解答。这人扑起来哦。你管伊发功用超能力。他用超能力让车子停下来。好，你知道我在讲啥吧？就是那个人会扑起来，倒来走出去，其实啥物件会落来？那是物理现象，物理作用有设机关。这三件事情的发生是真实的事情，它与超能力无关。我们会认为它是假的，是以为，因为我们知道它已经设机关了，所以我们会认为那个不是超能力，这一件事情是假的。但是我们单独把这个事情切割开来，这三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任何人去按下那个按钮，桌子都会移开，书都会掉下来。任何人去勾到后面也都会浮上来，除非你过重啊、哦、你敲崩啊啊啊不能这些很凶都赶快都赶快啦，因为它是物理现象。你是假的，是这个昨天在表演的人假，旁边那个安插好的人假，这两件事情跟这会让你看看哦，这个昨天有超能力让你误判了，让你误判了。所以呢，咱看媒体的时阵，保持冷静的思考，什么东西真实一定会发生的，什么东西背后有弦外之意，什么东西它是虚的，是陪衬的。好、哦，媒体
都有这种现象。那么哈，被媒体解读，你要多看原文件，多方对照。美国在台协会，你去点进去那个美签小帮手就有这个，它这边有英文版的啊，你点下去，它第一题，你是否为美国公民？我去把它点英文版的，去看它的文字，中英文看能不能对照了起来。U.S. citizenship， 哎 ，citizenship， 你可以查单字哦，或者说公民身份呐、啊，哦，公民身份。哎，第二题，护照，您是否有为台湾公民？哎，台湾也有公民哦，用中文的解释的是这样子哦，台湾有公民，然后并持有晶片、电子护照等身份证号码。好、哦，叫我下嘛，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哎，这股、第一股、红色的字、乐乐等，结果你注意甲看伊的英文版本，安尼尔。Have e passport， 就是你有没有电子护照、电子晶片的护照安尼啊？结果呢，你也是看这家下卡，他都要加有一个台湾公民嘛？加无安尼，存这个电子晶片护照，加有台湾公民，你搁个看台湾 national， 不是台湾 citizen， 所以没有台湾公民了、啊。但是这个在 AIT 的文件里面也是交叉混用哦，所以我们多数的人只看中文。我们的观念其实是容易被引导错误的哦，所以你在上网，你去查那个英文原文 ，national 国民 ，citizenship 国籍 ，citizens 公民，哦，你去查。没有台湾国，所以没有台湾护照啊。护照是一个主权象征。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可以合法的叫做护照，所以主角新闻说台湾护照被拒，民进党妇女不哭了，他有台湾护照，是中华民国他发的护照被拒绝，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啊，已经不被承认，完全被封杀了、啊，是给谁赴美免签？知道吗？美国是给谁？给中华民国吗？我们看免签证计划这边有写了，他这边哦 ，VWP 允许来自37个参与国，加有一个括号一，你甲点落，伊会找出这抓英文的，哇，台湾人英文英文细汉就用教歹呀，教好你袂晓读英文，你就袂晓知影外口世界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和港和平，因为你拢看中文，啊，中文拢是我的全世界拢全是权呐、啊，拢掌握在我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手上，所以好控制。你注意看这国家，点完台湾家，叫下一，你个点落，伊就走出去抓了。伊叫下讲吼，这个免签证计划授权法案提及的国家之外，应该要包含台湾。这符合一个中国政策。美国自1979年以来，依据此政策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所以只有关系没有外交，是安尼来啊，一点东西台美关系啊，是美国给台湾免签，并不是给中华民国免签哦，是台湾治理当局啊，这个当局的台湾人免签证计划，所以马英九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可以经过全世界100多个什么国家安诺安诺公安无为不为，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被美国管辖之下的台湾自己当局，我们这一个免签计划是适用在这一群人身上。台湾是国家吗？这不是国家，你出去就解释到整部人都听不到呢。我跟别人说台湾不是国家。怎么不是国家？我们有总统，我们有民主选举，我们有军队，我们有钞票，我们有护照。为什么我们不是国家？我们还有一些邦交国，不是国家，因为都不是台湾呐、啊。咱注意啊，看，美角在这里，美角啊哈，台美关系法第15条加下来，这里、个、哈。
做要求的啊，因为台美关系法的是政治台湾啊，前置台湾的一个关系法源。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及根据适用于这些岛屿的法律而设立或组成的其他团体及机构，公告乐乐等哦，以及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以及接替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包括政治分支机构等。台湾这两个字的定义，就是后壁接乐乐等。按、啊、问题来啊，这个、中华民国伊讲台澎金马啊，写哪伊只无写，大家伊只干哪写台湾及澎湖列岛，伊太无甲金马写落，迄等是伊占领地啊，伊太难甲写落。所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这个名称，是我们加入 WTO。的头衔啊，啊因为台澎属于大日本帝国的领土，金马是中国的，但是现在这个治理当局又同时控制着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那它也不是国家，那金马总台的变成啥？嘛不是国家，嘛无主权，但是控制这领土，都有那个关税。的控制权，所以加入WTO 用关税独立关税领域的名称是这样子来的，啊、哦，加马下，啊、哦，我们看一下影片七，历史关键时刻呢，自印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把我做下来以后，我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设计好的。他都讲的红花爱加勇气哈，中华民国台湾的名词，你把它互换一下就知道。是都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个这回事？他说没有，就讲了一般的。我突然就问了，我说台湾呢？在报纸上这两天在报纸上说。哎，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啊！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鲍威尔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内部哦，这还牵涉到历史关键时刻呢，自印台没有想。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Our policy is clear.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oreign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击。为什么？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这个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去，让中华人民台湾什么时候进入联合国就讲的。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个你什么意思呢？因为鲍威尔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这句话不是严能给关掉？这新闻哈，就是在讲美国的立场，就是讲台湾。不是独立的，没有主权，不是主权的国家。但是美国没说台湾的主权属于谁，美国也没说台湾的领土属于中国，没，这都是中共他自己说的。因为二战之后从来没有条约把台湾再回割给中国，没有。所以我们要庆幸啊，那不是天皇的那个教书吼，咱今仔日做凄惨的，咱来庆幸，咱今仔日甲中国无关系。今仔日有关系是咱的思想，咱的情感白起面对这群人顶头，这群人伊想要回去啊。啊，咱一群人甲冒大推讲你卖回去啊，
你甲阮管得足好个呀，是安尼。所以咱来为遮跳出来，为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这个体制跳出来。所以你办理身份证，就是把你的身份切割开，你已经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哦，所以希望大家上完这节课了，倒转去看新闻，会当较清楚、较明白。咱家己的身份是啥物货？咱是大日本帝国国籍的人，以及因的后代的咱，是因为历史一寡因果的关系、战争的关系，日本吃两粒原子弹，硫磺岛甲迄个冲绳遮的人全部死亡，咱派战争者负责。七十年到今日，咱的尊严、咱原地的身份地位，咱甲找倒来，恢复咱原来台湾国际建化的这个国际地位。希望大家做伙努力加油，多谢。